今天宁夏小姐姐要过来我家吃饭，所以我要叫我哥哥煮一道马来西亚美食给我。对，你先，你自己煮啦，你这是。And his name is John C. 三个叉烧，火锅三个火锅，没办法，我自己来啊。我来看看可以煮吗？这个不适合我啊，这个才是适合我。算了啦，还是点外卖啦。来，我来看有什么外卖。点炸鸡，不要啦，中餐还是比较适合。啊，大伯，你的炸鸡你 OK 啊 ？Thank you 啊。哎呦，来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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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特别的打包包子，米饭这一包2块钱。好了，你放心，带回来就对了啊！我现在很忙啊，拜拜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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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呦哎呦！陈啊，欢迎欢迎！啊，要拖鞋 ？OK 啊 ，OK OK OK。我外面闻到香味，好衣服都是你做的吗？我做的，我做的，你坐里面吧。啊，我都不知道我点的这么厉害啊！啊，谢谢。有筷子吗，腿腿？我帮你拿，是不是？有，你坐，我拿我拿。啊？差一点就被他发现。拿，你不习惯了、哦。哎，你要吗？你是这样对哥哥啦？你减肥，你不要吃饭就对了。来，吃多点这个山。谢谢。味道很不错哎，全全，很像外面买的。像外面买啊，我以前当过主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许骗人哦。在宁夏，我当过主厨。我就做主厨，你就做我的老板娘。吃饭啊，怎样多？Nope， 好不好意思啊，自己拿啦，我都给你擦跟汤汁了。你第一次吃中餐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？不是吃到那么好吃吗？那你喜欢吃甜点？我还蛮喜欢的。等等，等下我点一个给你吃。我嘞？你呀、啊，你吃自己啊。